家好，晚安。水族展到礼拜天结束哦。明天礼拜要大家可以来参观哦，整天都可以过来。那等一下我们拍影片啊。目前库存的状况，那等一下每一缸都会喂一个饲料让大家看一下。亲密伙伴，我们要卖哦。最近很夯的一罐饲料。那我们先从 BP 开始拍。这个水族联展一样都买二送一，它这个一缸一只2000，我买二送一，等于三只。15-16公分的 VP 蝴蝶尾泰斯只要4000块，一只几块就不用我换算了。你爸就是这种交易。明天水族展如果没有找到喜欢的鱼，可以过来台南基港这边看一下。再来是喷饲的蓝兽，喷饲蓝兽比较高深，啊，里面两只红白是陆产的泰斯，也很高深，然后都有肌肉纹。喷饲的墨色都蛮黑的。会抢食的鱼就是非常健康，都看得出来。这只白头的还不错，啊，这只红头的，眼睛有人要来看这一只。这个从上面看墨色都很漂亮。喷饲的话，一样12-13公分，一只2800，买二送一，三只只要5600，一只还不到2000。哦，流血，流血价了。再来，9-11公分的短尾狮，头柳都很不错。然后有的三角底带高深的，长大都会比较霸气，身体比较宽，像这个。然后有的还有剩一些双下巴的，可以过来挑。这一只500，买二送一，这只也不错。每一只都在抢食，这一批进来80只。全部都检疫过关，没有一只是阵亡的。这个就比较尖头，有肉包脸的还很多，头柳还很大的，还有一堆。这是一只500，3只1000。过来是朱莉，这个岛产的，岛产就是台湾本岛生的，有棒球跟高尔夫球大。进口的我比较不喜欢卖，损伤率比较高。然后岛产这个都我自己去挑的，都很圆。看一下上面。这棒球的，棒球好像还4颗，1颗800，买二送一。然
然后这个高尔夫球一颗300，买二送一。这一样是我去挑的进口的小尾路缆，这个墨色也不错，这个11-12公分。这一只不错，橘黑虎，头流小一点，可是背虎的那个抛物线很漂亮。啊，这只樱花很漂亮，它的啾啾很明显，龙尾非常大。啊，这是白太郎，所以刚尺寸都差不多，10-12公分，七粒。所以刚里面有两只比较大的，这个是16-17的樱花，还有一只麒麟，麒麟这一只大概15。这两只大的比较贵，一只1500以外，其他都是一只1000买二送一。那两只比较大的要优惠，一只1500买二送一。那送的那一只你可以随便挑，挑价值1500的。然后再来是 VP， 这个是 VP 的泰斯，只是被我挑起来，我觉得可能尾巴有的有小折或。背鳍有稍微折到，老板觉得没那么漂亮的，而且也是都有一定的水准。这个一只800，这一缸都800。然后这边还有一只包金的 VP 泰斯，这只有点高头，樱花的樱花两只，然后这是高头是大陆的。这只是三色丝退下来的，最后这个7-9的进口太难，这都有龙尾，这个也都没有折，然后背鳍也蛮顺的，剩这些。这一定要卖掉一些了，一只200买二送一，三只只要400块，超便宜的。这一只真的配合水族联展，一起拼市场，让大家都有漂亮的金鱼养。然后最后还有一些桶子里面养的，啊，这边还没有捡到。这边是进口的陆产的泰斯，这個、大概14-15公分，这個、我挑过的用三角体态，这不是橘色，是偏橘红，比较红一点，这個、尾巴还会大，这个都还不到一年的鱼，他们。放出来的大龙，大都紧了，先大心。这个一看起来就是密度比较高，所以身体先长，尾巴还没长。在这种缸中，它就会慢慢长尾巴，觉得很漂亮。大概一只1200，买二送一，三只只要2400，这样一只多少？一只2400除以3，好像一只才800。好，赶快包走了。剩最后25只，我这边是熊猫蝶尾，这可能在这边已经有3个月了，我都要退成白龙网了，白蝶尾，
我的头像就是这种养大的，养到两岁还是整只黑的，三岁才变熊猫，所以这一种建议挑全黑的，慢慢可以欣赏比较久啊。那有人喜欢白色也是不错。这个一只150，买二送一，三只300。那水泡眼还有一些，这是好像蓝贝雨花的比较有人喜欢，卖掉一半了。红白是不错，这个还有一只红头的。然后外面这边都是蝶尾。我这水泡是一只100，买二送一。外面这边蝶尾都挑过了，没有大小眼，那都是红白。还有一只熊猫颜色的，这尾型比较漂亮，有的会翻转尾。这个一只150，买二送一，红白很多。还有红尾框的，这是黑白的，然后里面有三只小太狼，没有小太师，搞错了，这一刀未剪直接到底，讲错不能重来。这个一只200，买二送一，就刚好这三只400块，回去慢慢养。里面这一只最漂亮，这只有点涂左尾，我看不看得出来。影片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